在最后，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做那个，投票好不好？我相信还有人没投是吧？好，网址在这边，啊，里面靠0806点进去呢，你就可以投了。那我来计个时，好，一分钟，给大家再给一分钟的时间。可以投多票一点吗？可以，一次可以投5票哦。好少。啊，5票好少。不要那么贪心啊。那是哦，也是。好，已经奖品已经进来了，这边都有5票。这边有个机器，好，我要网络，好，给他设定一个对音效，好，那这个同事在跑，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投票状况，好，大家要来投啊，哎，怎么都没有在动，是不是啊？爱台语，好，上面很多的，好，刚刚佩蒂是最高的，报完我就这样子，就是他们，你赶快这样讲，赶快加油，佩蒂不能让他输，哦，我们这样立场不太公正哈，不能太行，哎，我自己还没有投，我投一下，我在这边就可以投，不行，我这样会给大家看到，我还有30秒，赶快。我大球开掉了，公开了吗？有感受吗？我这样他也知道我投了谁啊？总统投票也是这样。花了1秒，好，时间到了，好，不能再投了。哎，好，我们就让大家信心好吧，自己不要投了，我们有去按关机。所以说，我们这边已经结果出来了，第一名是爱台语，好，我们颁奖，好，张明在哪边？张明，我们直接颁奖好不好？我让他帮我收一下。哎，谢谢，来笑。我会得到这样精神。OK， 这样 OK。快笑僵，动算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第二名是 Peggy 哦。不枉费你的最后吹票。OK， 来第二名。对，里面的一个。看这里哦。没关系，你自己带回去。好。第三名是小猪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你可以过来一点，你脸上湿。OK， 感谢你帮我讲笑话，看一下你讲哪。还有第四名是子龙，基础。耶。OK， 好，那领这个奖了，能不能顺便把那个 G0B、G0B、FZLA 做一下？那是什么？好，没问题，分享。你是脸上有线的。OK， 最后一个是 Chita， Chita。OK， 我们期待这个完成哦。那个顺便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礼物哦，因为前几个礼拜去嘉义演讲，就刚好遇到这个我新别鬼扯团队的那个鬼王，然后就想说，我要办黑客松，反正聊一聊，就说啊，不然他们来送一些农产品给大家，然后就是共享盛举。那不过我突然忘记了，然后忘了说，因为他们其实那时候也有讲了一个坑，想要那个有没有人来可以来填坑哦，然后趁最后几分钟讲一下，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粉丝业嘛，然后呢，他们就会在粉丝业一直发文，刚好是酸别人，但是他们就发现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好，不是说酸别人不好，是说文章太多，它太乱，很难搜寻，所以他们想要说可不可以有一个 app 或是 plugin， 就是你可以 monitor 你自己的粉丝业，然后就把它定期的，譬如说 publish 到 GitHub 上面，然后 GitHub 上面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 Hexo 啊，或者是。其他的软体就是自动把它变成一个静态的 blog 的网站，所以就是说不用改变在 Facebook 发文的这个习惯，然后就可以自动把东西变成外部的一个 blog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。那其实这个对比如说 GDB 的粉丝页好像有同样的需求，后来就发现，那因为就大家知道东西贴在 Facebook 上面之后就会找不到，所以这个显然是一个还蛮
蛮general 的需求，所以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呢，就是欢迎在 Slack 上聊一聊说，说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好，然后今天我们现场刚才有那个募款箱，对不对？好像收到1900多块，是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是。好，1900多块，那所以这个会进入这个。GMB 救生团在 OCF 开设的这个账户里面哦，那还是想跟大家宣传一下，就是呢，如果你到那个 OCF.TW donate 的话呢，就会看到这边有很多在 OCF 上面的专案在募款，那其中一个就是 GMB 大松的认养人，好，那目前有这个11位，是不是今天多了一位？感谢。好，那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募集到50人，然后就是大松可以持续的不用常常对外去募款或者怎么样，就可以维持下去。好，那我想今天就到这边喽。那谢谢大家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所有参加的各位，拜拜。请大家回收那个井绳跟那个坑主的那个。